Hello，大家好，我是二号。那么，我们这是这次的那个7月11号 Park News 哦。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哦。那么第一个变动是那个好友上限，对，150变200。那么算是边缘人的福音吧，就是那么好友的部分，你可以去群组啊，或者是社团找找看，对，就尽量找那种活人的好友。然后下一个是那个多送5颗哦，就是你的好友数达到一定数量，就能拿到奖励，对，5颗宝珠。那么下一个是那个新的招待系统哦，对，先辈跟后辈。那么前辈的定义是等级30以上，登录7天以上。那么新人的定义是等级30未满，登录7天以下。对，那算是比较好，因为旧的好像是，就是你要当第一个吧，就我觉得旧的那个不太友善了。那么前辈的那个奖励是你邀了10个人，对，你可以拿到50颗宝珠嘛，然后跟2颗星六确定玉。那么你里面邀的3个新人呢，只要达到等级30，你就会拿到2颗6星确定玉跟1颗未开玉哦。对，所以还不错，那算是鼓励大家开小号吧，这样。然后下一个是那个新人可以拿到的角色。拿到的东西，对。那么等级30可以拿到一颗星六确定玉哦。那么这个星六确定玉呢，是会出2021年7月以前的，对。因为旧的像旧的那个等级玉啊，是会好像只会出2020年5月之前的角色吧，对。所以你2020年5月之后的6月之后的角色你都拿不到啊。你也知道6月之后的角色比较强嘛，所以。这个星六玉算是比较好的，只是不知道等级玉的部分会不会改啊？那么里面是不包含限定的，不包含限定的。那么这是运集达成数300亿到500哦，对，就是我觉得，400的奖励，我觉得有点不好啦。对，我觉得我宁愿要100宝珠啦，老实讲，所以我觉得400这个奖励怪怪的。然后如果500是改成那个。限定星六限定就是确定保限定的那种，我觉得应该可以吧，500级运诶，对吧？啊，这是我的小小的抱怨。然后下一个是400体的星六确定，那里面是含限定的。那猪油是2021年7月1号之前的角色都能出，不包含期间限定跟合作，对，要注意。所以里面是没有那个中共团的。就是新的暗乐团，那么接下来是比较大的更新哦，就是文章系统的更新。那么这个是开放第二格哦，那第二格是要花10万的文器哦，然后是可以给5星装，所以你可能丁奇有时候想打27玉啊，或者是善意。是夜莺那种角色，就是可以打禁欲或上高难的，就可能有时候需要文章上加极限的话，这个改动是不错的。然后第二个文章的好处是那个，假如说我有一只账号，我要打30啊，或是我要打26啊，对，可是我2只铃兰或是2只欧娘都在同一只账号，那么这时候这个第二个文章就有好处了，对。不过以短时间来说，10万魂算是一个蛮大的数字哦。因为我像我自己文章，我顶多也一直维持在40到50万这个上下。对，所以米西的开张敢张开就他们是有在更新说那个提升的魂器有提升啦，只是这张算是变相加倍，就是要我们每天花更多时间在弹珠上。对，所以，以短期来看，这个文章算会比较吃紧啊，魂器也会比较吃紧。那长时间来说，这个文章变动是好的，是那个好处有好处比较多的。对，那么这个21.0哦，那更新时间是7月13号的凌晨。对，那么就是今天晚上11点就不能登录了。然后下一个是那个勇者斗龙的合作啊，对。勇者斗龙在日本算是蛮红的游戏哦，只是台湾就是知道比较小众吧，应该算知道的人算比较少。对，
然后下一个是那个角色，勇者达伊哦，对，那么是那个能力是水属贯通平衡型啊，运气给剑哦，然后被动是超反重反风，然后这个是反击杀跟友情征服，还有超减速臂哦，那么 SS 的部分是20+8加攻加速停止后追击哦，对，那么友情的部分是那个王剑的标枪跟超落雷。对，那么单看这个场是目前想不太到有什么场可以给他上，就是场会有点旧。可是那个 SS 的部分呢？他是说他们神方是说会必追弱点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等他的试用影片出来。如果他的 SS 跟兵长一样，像那种可以一血啊，或是他那种一血那种 one punch 脚，那他就很值得抽了。对，那果实的部分一律都等那个试用片出来。不过我建议应该没意外是加急跟速臂啊。对，那友情 UP 那个标枪的问题还算是在那个，有时候打到盾上面，就是没有办法打到弱点哦。只是不知道加了友情征服加超平衡，那个标枪会不会痛一点？对，整体而言算不错的角色吧。那么下一个是魔法使波普，那么能力是贯通炮击型，友情征服。那么那个运气是友情剑呐、啊，然后被动是重力跟超反穿，还有飞行，还有 SS 充能哦。然后能那个 SS 呢是16+8加攻加速，然后对最初的敌人释放追击，只是不知道这个追击是什么。然后友情的部分是木属是超强乱气弹跟三叉镭射一野楼，对，那么这只角色很明显就是一只炮台啊，对，那么木属炮台能去的地方都蛮多，乱气弹也不算是个会被挡的友情啊，我看下来如果友情够强，应该禁域都能硬打啊，对，水关的禁域应该都能硬打，除了二七之外，二七应该不能上，其他搞不好都能上啊。如果打得动的话，对，那目前看下来的高难度场是那个赫尔海姆，然后说不定未开十七也能去，对，然后果实的部分就是建议那个热游系列，然后加级，对，那如果他这个 SS 很强的话，也推荐上苏比啊。对，那么战前的时候的部分的话，你缺友情角是可以给，我觉得通常这种我会给啊，我会给。然后接下来下一只是武斗加麻木，火属反射巨能型，然后运气是给剑，那么能力是超反伤，然后魔法阵回复 N 冲刺，然后16+8加攻加速，停止后对最初的敌人释放那个追击哦，然后。友情的部分是超强分裂、贯通冲击波跟飞机。老实说，就算是一个跟这三大奖里面，相对来看图面就觉得还好的奖了。对，能去的场也算比较旧哦。对，反伤反魔，目前火属、木属的难关好像没有吧？对，说不定，但有可能啦，他的那个 SS 很强。对，说不定他的 SS 是像就是那种追击，就是吃之后伤害的。如果是像小南那种，就会比较可惜一点了、啊。对，主要还是看他的 SS 吧。其实这三只都要看 SS，这三只都是看他们的木的账面看起来就很强。对，不过这三只的都是停止后追击哦，停止最初，停止最初，所以这三只都等 SS 出来会比较准哦。对，好，然后下一个是四星斗，对。那么合作时间是7月15号到8月2号，对。那么里面中间会经历过一次禁域哦，所以可以补个宝珠。那么登录期间内一定也会送不少嘛，估计可以拿到个加合作关卡，可以拿个20抽没问题啊。那么就是降临，对，就是有抽的话，应该不少人抽火焰季吧，所以这个20抽不如小补啊。对，其中的降临角色，
那么这里面共六关哦，我觉得还会再追加啦，还会再追加超九级，所以可能是七关呢、啊，可能是七关。然后这是守护兽的那个限定守护兽，对，那么这次是有开那个点数两倍的，所以就算守护兽不强，也可以拿去刷那个点数两倍，因为这个点数不拿白不拿嘛。那么能力是这个算是回血哦，就是你只要是 HP 40以下，然后就可以触发这个发动条件。然后 level 10最高是一体角色回6000，四只角色就是回24000。那不知道是持续几回合，好像是3回合的样子。这个跟水精灵的问题是那个水精灵的回复是立即性的，然后是看趴数的，趴数一定比较好。趴数有好有坏啦，对。不过如果我在打高难，当下的情况是那个。我要补血，我不可能只回24000啊，我可能会被打死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水晶的部分会好一点哦。对，水晶的部分好一点。然后下一个是敌人角色，会登，也在游戏里面登场哦。那么这个是打那个灵魂，就是点数啊，就是小中大25、20。对，这个算比较友善的哦，因为这次的那个交换条件，你看英雄战行书跟英雄书，新手可以换。这代表这个用干的，就是你在叠运的时候可能就会拿到点数，就可能不用打一些高难啊，或是之后开高难，搞不好会再送你一本战情书，也说不定嘛，对不对？那么里面有蛮多角色都可以叠的，那应该是不难啦，不难。对，那我觉得强烈建议刀换徽章哦，因为这个徽章看起来就很可爱。对，你等你之后玩到不知道干嘛，你就会想要换一些怪怪的徽章，这个就很适合。对，那么这好像是还原原作吧，金属史莱姆，不确定是什么样子，可能要碰到才知道。对，然后这个是那个打那个活动的、啊，就是我们平常打那个什么解锁那个任务嘛。对，就是这次是这个五星的少年，然后一些奖励这样，就到时候再去看一下那个。我要破什么活动就知道。那么里面会送一颗鹤玉哦。那么全破就是送那个称号跟徽章。对，那报酬也有送那个表情哦，按赞贴图。然后是那个老师哦，对，然后是，那么就是一样，就是那个每天登录送一颗嘛。然后第5天跟第10天会送一颗特玉。对，那就乖乖登录就可以去评评看啊，手气。那么老师的部分是那个期间限定哦，就是活动 bonus 一样，就是加99。新手入坑的话可以刷，或是你没有比较强的运角，也可以带老师这样。最后是总结哦，那么总结就是 DQ 合作账面看起来是中上水准，那最大的问题是要等它的 SS 出来就知道要不要抽了。不过它里面的内容是很诚意很够的，对，我觉得这个内容蛮大的，而且很棒。那么第二个是文章系统开第二格哦，2张4轮不是梦，对。主要还是魂技的问题啦，对，如果魂技能够每日获取量可以上升，那也是好事啦，也是好事。那么第三点是招待系统的奖励还不错哦，推荐入坑朋友啊，或是自己刷，对，就是可能要自己开小号刷吧。那第四点是集运奖励开到500哦，免费的100株，那么有达标的就是恭喜。不过那个400等级奖励问题真的，见仁见智吧，见仁见智。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次 Park News 更新的那个本家系统算是比较少的，毕竟也是一款快8年的游戏嘛，该优化的也快优化咯。然后还是期待之后会有更好的系统可以优化。对，像那个连线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要改的。对，或者就是在跟好友共斗的时候，不要只能按赞啊。对，这算是我的小小心愿吧。对，那么感谢各位这次的观看呢、哦，我是二号，那么大家拜拜。